啊，你都不开价。如果看得到，三个一起请800。500。你捡得到我送给你。打包600。但是你这个价格太少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长毛大师兄。很多人说我不会砍价。今天我们带着我们一位香港的粉丝去天光墟现金收我，看看我到底会不会砍价，好吧？有粉丝在这里作证啊！出发，兄弟们，挑战1000元，能够在天光墟买到什么？走。我们争取花1000元多买一点货，到时候给我们粉丝放福利。这个可以，这些小猪猪怎么办？这两只也是很漂亮的。还行啊，800能不能做？你看我们收一大把的。就是要收账了呀，我就是。我就是挑这个点来找你买的。我怕没开价，拿的比较快。800不能谈。对呀，我们接触不到，现在量子贵，真的。收摊价多少？不过签，不过签，啊！你都不开价，给不过300的，200多，200几，你说，250，卖一个龙牌，几货能当兵的？谁敢说不值，我就把它送给谁。我说不值。还有没有什么货？有啊，这些都是方便的。这两个小牛不错啊，两个小牛也给你收了。一个500，他没的，然后那两个都是过头来的。老样子，打包一起3个，500。这两个昨天都不一样，一个再爽一点，我给你全打包了。但是你第一个开个试了就600，最后一口，这都要那个价钱啊？这个要什么价？这50块的工，100块的料，150，我再给你赚100。不要看料子啊，大哥，要看料子。这个料子也就是20-30块钱的料，你捡得到我送给你啊？我有啊，你要不要？我下次来20块钱卖你一个。可以，好不好？打包600。我真没乱给，我是那种乱给的人嘛。如果看得到，三个一起请800，八百太贵了，交个朋友，加个微信。但是你这个价格太少了哦。最后一口价好不好？可以，你说。650，别浪费时间。不说了。收摊了好吧？我们还有350啊，兄弟们，现在已经收了3件货了。走吧。老板，这个要多少钱？1000多啊，超预算了呀，今天已经把钱花光了。等一下过来坐呗。我怕你不卖呀，我那个价格怕你不卖呀，350，老板叫我滚。哎，这个漂亮，可以啊，300能不能走？姐姐你好凶啊！我不凶吗？我说要问一下，能不能温柔一点？那你问一下嘛，我刚刚明明听到他说卖不了啊，刚说多少的这个？300是吧？300，我还要花50块钱。300，你感觉值不值？可以，付了。兄弟，我们刚刚消费了一共是950块钱啊，还留了50块钱，干嘛呢？给大家留着这些货抛光。嗯。有没有什么东西我这50块钱给一个代购老板？抛完光起来，来报名啊！谁要哪一件货来找我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天光墟之旅就结束了，期待下一期，好吧？我们把这个东西做成连续剧，其实砍价还蛮爽的啊。可以啊，今天这里就到结束了啊！今日消费1000块，兄弟们，下一集我们接着冲，拜拜。